习。Hello everyone. I'm Youqing Zhen. I'm from Zhengzhou University, and today I'll present how to teach the foreigners Chinese. As you can see, Chinese tongue is the most difficult part in Chinese. So I will tell you a story and let you know how to teach Chinese tongue. First, yesterday you went to a dentist. So dentist told you to open your mouth. You say, ah. Ah. First tone, repeat after me. Ah. Ah. Yes. And then dentist said that, oh, you have 3 decades too. So you say, w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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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is the second tone in Chinese. So you say, okay, but dentist said that you need to extract them right away. So you say,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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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ll, this is the third tone in Chinese. But dentist said that you must pay $3,100 for each one. You say,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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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shit must be a good answer. Okay, no. Yeah, congratulations. You have learned the most difficult part in Chinese. Okay, that's review again. The first tone, ah. Ah. Second, what? What? Third, well. Well. No. No. Let's see how to apply it to Chinese. Ma. Ma. Mother. Mother.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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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rse.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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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好，这是为什么我去应征青年大使。他的需要呢是，哎，我好像还没自我介绍，我也很喜欢刚刚大家的自我介绍，我把每个人都抄下来，我很开心，因为我觉得其实你们好像有没有听过一个论点，就是全世界大概7个人就会有2-3个有所连接，对不对？我刚刚看到，我听到，哎，有喜欢跑步的，输没输？而且我们在同一条路上相遇，然后我就跟我的男朋友说，哎，他应该是要去参加，然后他迷路，因为你本来往另一个方向走，然后结果我想到要不要叫你，可是我就在这边看到你了，所以我觉得太奇妙的缘分，太奇妙。对，然后我非常喜欢跑步，而且我也很希望今年可以跑全马，因为我今年参加了4场路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参加。Nike 的 Skechers 的半马 ，Nike 的10公里的路跑，然后 World Run 就是为不能跑的人而跑。然后这个路跑太特别了，知道怎么样吗？是你先起跑半小时之后，车子是终点线，它追着你跑，然后你被车子追到，你就不能跑了。很酷吧？哎，大家还有转过来对不对？非常妙。然后这个路跑的钱怎么样呢？都是捐给脊髓损伤，而且它是全世界一起跑的马拉松。然后第一名的女生是日本人，她跑了大概5小时还是多少，反正就是60-70公里，就非常吓人，就是一直跑，一直跑，不断的跑。那明年你们或许可以关注看看，或许你们可以去别的国家参加这个马拉松，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对，然后还听到什么呢？好，很多，我待会再想一下。好，然后我的简报笔在这边 ，OK。因为刚刚大家自我介绍都非常优秀，所以我想说，哎，那我到底为什么会站在这边呢？所以我就想说，跟大家分享一点点我自己旅游的心得，或是我在青年大使看到的东西。但是因为在座很多都是工作，像 KPMG 或是医生或是什么的，所以或许我会讲一些我旅游方面的经验或是一些学到的事情。这是我的自我介绍，我来自高雄，我觉得高雄都非常热情。有来自高雄的乡亲吗？哦，好，就我自己，我就自嗨了。对，然后我是姐姐，我很爱我的弟弟，跟我很爱的弟弟。然后我也是基督徒，然后我是世界公民岛的，就是万纳度代表。有人听过世界公民岛这个活动吗？对，如果很喜欢旅行的朋友们，应该都会想要去征选这个东西。然后我是第2届的万纳度的代表。那这个国家太特别了，然后也太难抵达，所以后来就取消了。所以后来我可能是唯一一个万纳度代表，就是再也就没有了这样。然后我很喜欢，我跟国庆一样，很喜欢拿麦克风在舞台上主持。我5月30号的时候主持了 TEDx NCCU， 然后我觉得那是我非常收获很棒的一场。然后我也是交换学生，我的关键字大概有一个会是土耳其，因为我念的是政治大学的土耳其语文学系。然后这个系最特别的地方是它是唯一的独立科系，就在台湾，就想到土文系就是只有政大有这样，跟阿拉伯语系是一样的意思，民族系也是。对，所以我是交换学生，所以也是在这个交换学生的一年当中呢，我去了欧洲的国家
我比较遗珠之憾是希腊、克罗埃西亚跟波罗的海三小国没有去到之外，其他相邻的大部分都去到，然后我都当沙发客。所以刚刚也有最后一个分享是，喜欢旅行，然后他说喜欢用少少的钱追你旅行。我也是，就我在沙发客的时候，我发现这个非常好用。如果你还是学生，你们有机会担任交换学生，你们一定要知道，就是在你担任交换学生的时候呢，很多其他交换学生在不同的地方，你就跟他 FB 说，我可以去你的宿舍住吗？省下一晚的旅费。那时候就是有台大学生非常聪明，他就办了一个这样的 couch surfing 的 group， 这样。所以我们在欧洲的交换学生，我们出去玩当沙发客的时候呢，我们都是住在他们的宿舍，省了非常非常多旅费。大家可以学起来，这是我的自我介绍。然后我因为就是交换经验的关系，我就有上了大学生了没大概一两三次吧，后来就发现都是 say 好的，就几米嘛，所以就觉得好像不是那么有趣这样，所以后来就而且舟车劳顿。对，然后我也担任过，就是我当选两次政治大学的优秀学生，还有一些等等等的。对，然后这是我自己给自己的一个座右铭，或是描述我的一个句子吧，就乐观积极勇于冒险之类的，听起来很正向。好， OK，介绍青年大使这个活动。刚刚博青提到青年大使是什么呢？其实一开始啊，在各个学校都有这样的团队，就是去当青年大使，你们应该有听过对不对？可是一开始是各校，比方说我是政大，他是台科大，他是北大，你们学校自己去争选，说我们要争取这个机会，所以就是你们学校自己出团。那去年呢，政府有个创举，他把这个活动拉回来，政府自己举办，我公开招青年大使，所以是全国的人都要经过政府的甄选才可以选上。那时候呢，大概有1248个人去选，他最后要选128个人，因为他有八个路线，八个团队。对，然后128个里面呢，因为分了八个路线，所以一队有16个人。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如果你还是学生的话，我得说非常好的机会，不管是认识别人，或是你开拓你的国际视野。那就是那时候我的面试，就是我刚刚示范的这个声调。那由于我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教外国人声调的方法，怎么说呢？因为我本身念的是政治大学的华文所，目前硕二，很多外国人他们有一些一定改不掉的偏误，像是日本人他会说我是立本人，他的日没办法，因为他就是没有那个音，他会立本人。那美国人最差就是声调，我是美国人。就是哪里错？没有错，但是声调就是不对。所以我认为你们，我觉得如果你们未来要认识很多外国朋友的话，你可以用这个故事，他可能会比较好记得声调这个东西。然后，所以甄选的内容呢，就是有一分半的音乐专长、舞蹈专长，台湾宣介是用中文、英文或是西班牙文，所以西班牙文也是可以学起来。还有华语教学，我当时其实就是看到这个华语教学，觉得跟我自己的本科系是相关的，我想试试看。而且因为那个路线有，坦白说，我就是一个很有点现实的人，就很想用就政府的资源出去旅游看看，开拓视野。它的路线有最想去的中南美洲跟非洲，有没有人也跟我一样很想去这两个地方？好，就是 OK， 有谢谢旁边的朋友。对，然后还要有就是1分30秒的，现在好像改成是英文或者西文的自我介绍。你们知道台湾的邦交国有几个吗？20、23左右。然后里面很多个邦交国都是说西班牙文的，所以其实西语是一个非常好的专长。如果你还没学，你可以赶快去学起来。如果你很想当青年大使的话，因为你甄选的跟你甄选的人，竞争者就会比较少一些。对，所以这是我们的团队，然后是真的有外交官来带队，所以这个活动非常好，是你可以知道台湾的外交官他们在做什么事，他们长得什么样子，你想不想成为他们那个样子，你就可以知道那你要不要考外交官。然后还有那个来自国立台北大学的一个女生，她是唱声乐的，所以她是非常好的阵容在帮你带队，你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团队。那路线呢，大家很好奇啦，亚太一团呢，那时候是布里斯本、斐济、图瓦卢，就是这些地方，你就会觉得说天哪，机票真的太贵了，所以一定要去。所以我那时候是抽到这个，因为后来是用抽签的。我去的是多伦多、芝加哥、纽约跟贝里斯。贝里斯是中美洲唯一说英文的国家，而且我去了之后，我才知道很多台湾人非常多。那时候好像有个谣言，就类似于说台湾不知道成龙还怎么样子的，然后就很多有钱人就纷纷的，就是想要去那边得到他的身份，因为他是说英文嘛，然后也可以在那边做贸易，所以那边很多的台湾人。我也是去了才知道。还有我最想去的，但是没有抽到拉美跟拉美一团、拉美二团，然后欧洲西亚团跟西亚非洲团。对，好，那培训过程呢，其实有个小小的影片，不过我先放一些照片。就我们要不断的一直排演，然后这是史亚平，就是
是外交部的次长，所以他也会来跟我们讲解一些东西。那这是我们的成果是什么呢？我们要九个中文字介绍台湾，所以人的部分呢，就是跳原住民的舞蹈嘛，就是你们有兴趣的话，待会可以教你们怎么跳。对，然后山就是要表演的默剧，中他们就是想说传扬中华文化，家就是。因为有音乐跟舞蹈科系的人，所以你这种就是像我们这种可能是比较读书或是语文科系的人，就是在那边像个废物一样。如果我们就是如果是山奈路的话呢，我们就是可能当后面就是到就站在下面的这个是我，就是只能这样，因为你爬不上去，或是你也无法做一些前滚翻、后滚翻之类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打破科班跟非科班的限制，然后同时也是一种很好的教育对我而言，因为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一种感觉是好像。我不知道现场就也是很多就是体育或舞蹈专长的，可是好像就会觉得我们的距离很遥远，就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他们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这样。比方说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怎么会出声音这样？我们在就是团队里面，你说，哎，怎么有人吃东西那么大声？就有一个女生她非常在意，然后她的体育班的舞蹈班就说，本来就是要这样吃啊，因为他们要吃很快，他们要赶快去练舞这样。所以这是一个小小的差异，就会让我觉得，其实让我们科班跟非科班的一起，会让我们学到很多东西，而且不会让我们，就是因为我觉得读到政大，或是有些学生，或是我们自己，有时候会觉得好像有点，就是自己好像可以做什么事情。可是你到这个青年大使，你会觉得自己什么事情真的都做不来，不能做。就是如果你没有才艺的话，你真的就像个废人一样。但是出了国之后，我发现其实很多才艺是你自己可以去定义它的。怎么说呢？像是 OK， 打得非常好，像是。你到国外的话，其实最重要的是你要怎么样用英文介绍台湾。所以你现在可以训练起来的能力，就是你用英文跟别人很自然的自我介绍，然后介绍一下台湾的文化，不管是茶的文化，不管是瓦龟的文化、庙的文化，不管是就是有非常多的文化，你训练自己可以用英文讲出来，这是你现在可以做的。因为你这个东西学起来之后，不管你有没有担任青年大使，你在结交外国朋友的时候，你会得到非常好的帮助。你会知道，你会让他们觉得哦，台湾人很热情，并且他可以用，就是你可以介绍一项文化给他。对，好，加琴，琴就是弄那个池山，然后有软骨弓，就头会到地上，再穿过他的脚，这样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样子。然后十这个东西是比较好玩的，大家有影片可以介绍。行，就是这个东西就是示范给你们看，说我们青年大使在国外到底在做什么表演这样。新就是展示一些台湾的品牌，像是足球衣，然后手机、电脑之类的。青春就是用一个很青春的歌舞剧。那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小小的培训影片。现在是剩下三分钟的意思吗？对。哦，好，我快吓死了。好，等我一下。好。那不要看好了，没关系，这个影片有点太冗长，因为我只剩三分钟。好，我继续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还做了什么事情。好，所以到了多伦多的时候，我们拜会了很多地方，像这些，就给大家看一下照片。然后到芝加哥，我们去一个自然博物馆的前面表演，然后就是这个 Cloud Gate， 很常出现在电影里面，云门，它叫云门。对，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照片，就是影片太多，只是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做了很多拜会的事情。可是我重点其实是想跟他说，你要如何定义优秀跟 winners？ 为什么好像大家觉得，你优秀，你优不优秀？可是我觉得优秀不是说，你做了很多很厉害的事情，或是你人生履历表去哪边工作很强，而是你要能够去帮助别人，你有这样的意愿跟勇气，我认为这是优秀。而且就是我们。通常不会把这个东西，帮助别人几分，就是放在成绩单里面。可是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对，是我一生的，你应该就是很有同感。然后我那时候在香港旅游的时候，我就看到一句话，我觉得非常棒。他说就是 winners， 他不是做一些很非常杰出的事情，他把平凡的事情做得非常的杰出，杰出的好。所以不要认为自己很平凡，是你把你每一件人生事情都做得很好的时候，其实你也是一个 winner。所以哦，这是我那时候听陈彦博的演讲得到很大的启示。如果环境如果不允许做梦，那么找到一个可以做梦的地方吧。所以他那时候说一个，好，没关系，这就是一个我觉得很多话我们都会觉得，好像还对我自己很有帮助。然后但是别人讲出来就觉得这就只是一个废话，因为谁都知道，可是就是做不到啊。So what？ 所以我想要让你们抽抽看这个东西，国兴可以帮我忙吗？就我就是你们可以自己抽这样，就是我希望你们可以自己去设计自己人生的座右铭。那些是我觉得好像还不错的话语，或是一些鼓励我，或是我觉得很优美的诗句，里面有蒋勋的《我愿》的节录。那我想希望你们就是可以回去花一点时间想一想，那你要怎么定义你的人生？你人生的座右铭是什么？然后这样下次你不管是遇到面试或什么，他问你这个问题，你就可以跟他讲一下。对，然后这是贾博士的话，我觉得非常喜欢。
他说工作将占据你人生一大部分，所以唯有去做你认为真正伟大的事情，可以得到真正的满足。那做伟大的事情呢，唯一的方法是什么？做到爱你所做的事情。如果还没找到，继续找，不要妥协，就是继续找。就是像刚刚那个很年轻的十七岁的体育班的怡静，对啊，就是即便像我现在已经活得比你大那么多岁，我还是非常的困惑，但没有关系，我们都在困惑当中前进。然后你踏出一步的时候，你就会再有勇气继续踏下一步，所以不用担心，就继续找，直到找到为止，不要妥协。对，然后我也很喜欢陈彦博，他那时候说 ，pain is inevitable, suffering is optional， 就是痛是甘愿的苦，就是如果你做了你真的很喜欢做的事情，你再怎么觉得苦，再怎么觉得累，都是心甘情愿的，因为你就会觉得我就是要做到。所以我就希望你们可以去设计你们自己的人生，所以这也是我那时候去很多旅游的时候看到的一些景色。走进未知的世界，让创造幸福的勇气走进来。我最后再讲一个小小故事。我昨天听了那个皮特树的演讲，就战斗梦想克拉在政大，然后他又说，约翰兰农小时候妈妈跟他说，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是快乐。所以当老师出作文题目让他们写人生目标的时候，他写快乐两个字。然后他就说，老师你有没有搞清楚？老师问他说，你有没有搞清楚现在你的人生目标？你怎么只有快乐两个字？他就跟老师说，老师是你没有搞清楚人生。谢谢大家。